在今天特别献给花莲的朋友，因为这次的地震他们真的辛苦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。下一首歌《蓝色的你》。10年过去了，有人成家立业，有了小孩，有人成家立业，有了自己的吉他背带品牌。很开心今天有10000多人陪我们过宇宙人的20岁生日，然后也谢谢大家20年来陪我们走到现在。现在我就只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愿不愿意再陪我们玩20年？陪我玩，在每个我要邀请一位重磅嘉宾一起陪我们玩。上次我们请到陈老板，今天我们请到陈老师，欢迎齐真。太美了吧！老师准备好和我们一起玩了吗 ？Come on！谢谢宇宙人的邀请，让我有机会参与宇宙人下一个20岁的青春。哦，已经不青春了，但是看到你，我感觉我青春又回来了。怎么说呢？怎么说？其实这一次会邀请齐真老师，其实是一个非常，都是我自己的主意了。他已经用尽所有美好的梦想了，真的。对，他其实开会的时候提过非常多次，每次演唱会每次提。对，我在提前5次的时候，全场都安静。对，但是我们也不是不认同，就是不想让他得逞而已。真的还好你答应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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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高兴有机会来今天跟大家一起。陪你们玩。我想要对你说，
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。欢迎米先生，如果我们还在一起，会不会也在这里？我想要对你说。